家好，我郭穗娜，今日为大家带来的联播主题是一日千里蓝景秀中华，为给印尼汉语学习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窗口。马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组织孔院全体汉语教师举办云游中国知我的家乡系列讲座活动，2021年8月28日中国时间上午10点节目正式开始。马兰孔院毛翠玲老师和徐云花老师带领学生一起在线上云游山东青岛和云南大理。由于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特殊时期，为了健康和安全，他们不得不居家学习，一些有趣的线下活动也无法开展。上半场讲座的主讲老师是毛翠玲老师，毛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青岛美食，其次是青岛好玩的地方，最后介绍了在青岛的大学，如青岛理工大学。下半场许云花老师带领大家领略了云南大理的旖旎风光，其次许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大理美食，再向大家介绍大理的旅游景点，最后介绍了生活在大理的少数民族白族，他们的服饰特色、建筑特色和一些民族节日的，其中扎染的传统民族手工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讲座自由问答环节结束之后，廖桂荣院长提到包容与和谐共存才有了色彩与独特，而通过云端昌青岛和大理这两座城市，也让学生体会到了他们所蕴含的独特的饮食文化和民族文化。最后全体参会人员和引流店共同期待下一次的云游之旅。今日新闻联播播送完了，谢谢观看，再见。